熟小，想起你曾辨识了，灵魂才对我说有高潮。
请大家俾掌声多谢我哋一班 dancers。Thank you。大家好嘛？好开心，今晚嚟到 New York， 同我哋在场接近一万位嘅观众见面，多谢大家远道嚟支持我 ，Thank you。完全聽唔到啊！後面嘅朋友嘅尖叫，我想問一下，今晚在場嘅係咪全部都係我哋嚟自東岸嘅朋友啊？好，我咁樣問可能會簡單啲。今晚係聽廣東話嘅朋友多咧？还是听普通话的朋友比较多。哇，今晚都真系，好似听广东话嘅多啲，系嘛？咁即系我哋 encore 都系 en 广东话嘅歌。我哋今次咧呢个舞台系 end stage， 我成日都会冷落咗后面山顶嘅朋友，但今晚我决定。我要找一些特別的方法去報答一下我們後面的朋友，不過你們要讓我聽到你們的聲音才行。 Thank you， 多謝大家，再一次在這裡多謝大家來到張敬軒的 The Next 20， 我們在美國巡迴的最後一站紐約站，歡迎大家來到 UBS Arena， 多謝你們。今晚的演唱會是在過去三年多的疫情裏面，我自己本人第57場的演唱會。多謝今晚每一位入場的朋友，多謝你們成就了這個奇蹟。我知道今次呢有很多朋友是特登在其他地方遠到美國啊。我又想問一下，我昨天收到一封，是不是有些在加拿大的朋友來啊？咁係咪即係我哋唔需要去加拿大開啦？已經你喺度聽咁咪得咯？多謝你哋。今晚喺度，我放眼望落去，有啲十幾歲嘅，有啲幾十歲嘅，好似我咁嘅。我想問，係咪你哋都係聽我啲歌長大㗎？那個哥哥很明顯，你看下去都大我一圈啦。你怎會是聽我的歌大的呢？今晚我會好好地咁樣去享受我哋呢個舞台，會同我哋今次嘅 The Next 20， 我哋 touring 嘅呢一個大樂隊，去用我嘅音樂去一起重溫我過去呢20年嘅音樂歷程。希望如果唱到你中意嘅歌嘅話，希望你可以。放聲同我一齊大合唱好嗎？大家有冇見到我哋喺舞台上面有啲麥啊？我哋今晚都係有錄音同埋錄影嘅。喺稍後嘅時間，我哋有唔同嘅特效，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唔同嘅安排。我希望我哋嘅觀眾可以配合我哋，同埋咧亦都俾我哋今日在場嘅工作人員睇到我哋華人嘅風範同埋我哋嘅禮貌。因為喺稍後嘅時間。我可能會同你哋有親密接觸嘅，不過大家要錫住我，知唔知啊？喺以下嘅呢首歌發行嘅時候，係我啱啱去到香港嘅第三年嘅時間。一個廣州人喺香港發展，有好多你哋係廣州人。哇！原來我今晚有咁多老鄉嚟睇我，多謝你哋，我一定會好俾心機唱好每一首歌。呢一首歌喺我第三年發展嘅時候，帶咗俾我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包括有冠軍歌啦，包括有我第一次同我嘅音樂上嘅好拍檔，我哋今晚嘅音樂總監 Johnny Yim 先生嘅合作啦。
蚊果然係特別啲喎，換咗新衫喎、啊，真係偏心啊！人哋現場啲工作人員肯定覺得好奇怪，點解呢個中國歌手唱歌都會有，都會飲飲水都會有掌聲尖叫？呢首歌同你哋分享。希望可以帶你們回去那個不知道你們在讀書還是剛剛出世的年代，送給大家蘇寧情歌。 Thank you。Bye.
眼睛，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梦境，还看见我最爱的眼睛，还有你偷偷亲吻我的情景，醒了我都不会睁开眼睛，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愿意为我们有了约定，就能够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来不及和你和你在一起，thank you.